好、oh,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翻嚟呢个 Pokemon 紫光，咁我哋继续剧情啦。咁上次讲到咧，就系嚟到呢个新嘅城镇有个道馆，咁啊发现唔够打嘅，然之后咧我就行咗一阵呢一个嘅路啦，咁佢只蛋咧差唔多出嚟啦，我哋睇下佢生啲咩出嚟啦，佢应该好快出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差唔多嚟啦，出嚟啦，嚟贴膜，咁快嘅爆得，哇！泥巴鱼，哇唔系啊嘛，几多厘啊？五厘泥巴鱼，天真，五厘泥巴鱼天真性格，不会麻，不会软弱，大地之力热水，其实啲技系劲嘅，佢有两招超高攻嘅技能，第一招大地之力90威力，第二招80水，如果唔系泥巴鱼咧，呢只重技劲嘅应该，唔会都系泥巴鱼啊。如果两只都是泥巴鱼，我真的怀疑嗱，佢声称嗰个转蛋区系有300几只蛋，300几只虫啦。如果你能够在同一只，即系两只都是泥巴鱼咧，证明你真的超好，证明我真的超好彩嚟啦。我希望只是打到佢，打到草道就得啦。哇，呢只 O K 喎，食梦兽喎，食梦兽就。O K 嘅，但系佢慢吞吞，哇！呢个个体值系咩意思啊？加特工减防，哇，可以啦，但系得招超催眠。因为呢只虫咧，其实系黑住毒系嘅，其实可以练嘅。哇！我哋有一只超人力虫啊，第二集就有超人力虫。其实超人力虫咧都几难有，超人力普遍都劲嘅，啊，普遍都劲。就算系呢一只咧，我觉得佢都 OK 嘅，可以用得过嘅。既然系咁咧，我哋呢个任务咧就系要将佢升呢啦。但系好似有啲难度啊，将佢升呢得五呢嘅重，要慢慢练咯，可能要。好啦，咁咧练咗一阵间嘅 level 啦，咁你见到依家系16呢嘅食梦兽啦，然之后22呢嘅草主，咁另外8呢同埋9呢就完全冇练过，咁我希望可以打赢啦，一开头。即系唔系诶嗰个管主，我嚟试一试先啦。OK， 即系主要其实系睇第二只啫，即系罗斯雷朵可唔可以成功用食梦兽打人咧？咁呢个好关键嘅。第一只就基本上冇可能用食梦兽赢到啦，因为系完全冇可能啦。OK， 嚟系啊，呢只我谂应该系用草技打啦，应该 OK 嘅话就啊 OK， 草技唔错。对面食药，再蓝石风，再吸收，但系冇用啊。呢条罗斯雷朵出嚟咧，我哋就用恶骨宴啦。呢度可以是但出几都得啦，因为对面一定一下打死我。对面16呢，原来我一个濒死个字点解落咗嚟？呢度念力，好嘅，催眠粉中咗，咁啊麻烦啦。哇哇，我催眠，我个念力扣得咁少啊，咁唔使知赢噶咯。哇，真系唔使知赢，再试下先。你又用滚动好嘅呢度，不过冇用个滚动，系咯，佢挨唔到一下中毒，基本上必死咁滞。试下催眠佢先，诶、欸，有冇机会？食药喎，哇，好多药喎、啊、对面，哇，食几多支啊？打自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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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。哇！打自己，嗱打自己一下我赢啊！呢度好大机会，哎呀争一下呢度，有啲机会嘅，但要靠少少运气啊！要靠少少运气先赢到呢度边度咧？六个人好低 B， 佢系咁食药真系劲黐线啊！即系咁光合作用啊又，我骨现电光石火啦，冇得拣。食梦兽嘅催眠中啦，我冇中，好唔得喎，应该升到两三呢先赢到咁样，照咁就走晒好似，咁快出呢只，是但冇换呢只死先啦，中下催眠，定我先用定身法，唔好俾佢再用招溶解咧，不过冇得分别其实。分别不大，
分別不大。佢有溶解液同埋個招超級吸收，是打招都對我好重重。所以結論就係、是、都係打唔贏住，又係要再升呢咯，要將食夢獸升多四呢先贏到。好啦，各位，第二隻色圍出咗嚟啦，櫻花。大家可以，大家以為咧係一隻普通嘅顏色啦，但其實唔係，佢係色圍嚟嘅，佢係比起正常顏色咧係淺咗少少啊嘛，叫做即係光猛咗少少咯。應該念力唔死啩，但冇死到。哇！打自己喎，佢會自己打死，不過唔緊要，我有 save 到嘅，捉唔到都冇問題。OK， 捉到啊，係啦，咁我哋大家睇下啦，有冇得睇啊？係啦，咁佢嗰個嘅右上角咧有粒星嘅，咁就係色圍嘅呢只，雖然係冇用嘅呢只，老實講，係啊，冇乜用嘅呢只，不過都叫做好彩啦嚇。好快啦，再试一试呢一个嘅管主嘅实力啊！依家我好似升到20level啦，睇下可唔可以赢到啦。已经高过管主噶啦，其实，但系就唔知道可唔可以赢到啊？成功啊！20level嘅圣梦兽，应该有啲机会啊！我高佢咁多咧，虽然只虫嗰个种族值麻麻地啊，但系应该未差到咁样啊！黐线真系好过分啊，系咁吸系咁吸。廿秒咗，出嚟催眠，都系一样唔够佢快啦，好正常啦。螺丝锐都好高速嘅，有冇催眠？冇，催眠中咗，哇！即刻换重啊，对面换呢只啊，可能冇得搞喎，好似冇冇光线。哇！佢全部都有回血果噶，有啲难打实在。黐线有铲铲过，又有自我再生，即系呢个光合作用，太癫啦啩！直接打会唔会赢到呢？其实都未必得啊。诶，对面冇中，我冇中，大家都冇中，嘥咗一弯啊！大家都有冇中？催眠都冇中，催眠连续三次定四次冇中啊！催眠有乜可以唔使玩噶？即刻输啦，食药。哇，换重啊！我都换先。草主流嚟打嗰只河童，催眠啊！催眠中，好中到啊！对面可能换重，其实唔换重就死，死系自己死咗，好可惜啊！喂 ，OK。呢度直接换呢只催眠啊！佢瞓四弯、三弯或者四弯，其实我就一定打死佢。催眠冇中，催眠一、二、三，最后一下，哎，搞掂！螺丝雷多杀咗，咁就易打好多啦。螺丝雷多一死就基本上赢硬咁滞嘅。螺丝雷多太劲啦，佢呢度点用藤鞭都赢啦。吵闹得啦，赢啦，终于赢啦，真系好黐线，螺丝雷朵真系。OK， 为我咧加奖你嘅胜利，呢、這个就系百合徽章。好，呢一个系证明咧持有人嘅精灵咧变得更强大嘅象征，呢、這个就系闪光，可以用啦。TM 十九终极吸收，搭配呢一个寄生种子光合作用咧，可以令你嘅草属性精灵保持 HP， 又同时进行伤害。我唔敢想象，如果我冇，我究竟点样可以赢到佢？一系就用飞行系咯，我骨炎啦，一系就用。好，点啊呢个？指咗一指自己嘅百合徽章，我明啦。你打赢咗管主啊，我谂咧，我哋咧有必要再进行一场战斗，我哋开始啊，有必要嚟一场？我哋未打过一次喎，呢个好似劲敌系嘛？劲敌 MK， 我一嚟已经黑住咯。卡斯，有趣。个觉醒力量，废的觉醒力量，咩技？毒技，中毒状态唔要啦。猫油斩可以照用，哇，好唔痛啊！佢招，哇，好痛啊！佢招技，黐线，你真系个天才！我将会咧继续咧提高自己嘅实力啊！为此，我必须要咧去挑战道馆，但喺离开之前咧，俾一个招式机俾你。哦，闪光呢、這个，多谢你啊，光门，我会好好利用佢嘅。
果然草主真系好难起手啊！其实唔系草主难起手，系呢只草主难玩。有飞弹针会唔会易啲咧？可能会啩，可能会啦，我都唔肯定。好，咁依家开始我就开始会捉多啲精灵啦，因为我系时候要替换走身上某一啲显示唔到样嘅精灵啦。依家大部分都显示唔到样咧，感觉系差好远成件事。好，咁多人打咩？哇，咁样争一滴。好啦，食梦兽要死啦，嚓一下死咗。呢、這个，哦哈，好，呢、這个咩地方啊？咁多人呢？招式教我狂的噶，好，招式教我狂，了解精灵咧可以学会嘅每一个招式啊，你可以俾一个蘑菇俾我，好，即系呢个系蘑菇教学嘅人啦、啊、，OK， 嚟。咁多人喺度，咦？格斗系，好嚟奇异种子，得得，少少树林，又系草熟嘅地方。喂，克拉克罗斯，哇！原克到克拉克罗斯啊，唔系我有，唔系呢招技都冇用喎，诶。竟然咁好打死佢，呢个咩地方嚟噶？咁似一开头嗰个城镇嘅，即系啱啱嗰个。克拉克罗斯石啊，睇嚟好害怕，吓佢系冇用。有 mega 进化，咁我系咪应该要捉啲识 mega 进化嘅虫咧？系咪呢度？有条路行。狩猎放电，全部怕岩石，仲要系劲怕岩石。拜访老人，边个系老人？呢、這个啊，你好，呢度啲人咧都叫我老人啊。我嚟咧，我会俾嚟来访嘅训练家一个超越自我嘅机会。如果你打赢我，就会送一个小礼物俾你。等我睇下你嘅水平啦。唔系话呢个就赢到嘅。哦，呢个已经系火系咯，火系赢唔到喎，好似最后嗰只系草系，哎赢到喎，好，你打赢咗我啊，所以咧可以获得奖励，神奇糖果，只要你想咧，几时都可以挑战我，不过我冇咩奖励俾你，即系呢个系升呢用嘅系咪？咁。还好啦，唔可以话冇用嘅。嗰只重好似系练速度、努力值嘅。嗰三只马骝，呢度点样走啊？有冇得走啊？喺度，好似冇路喎。呢条呢个位，同埋点解行咁耐都冇 PC 嘅？我需要搵个 PC。哎呀，冇晒药添，仲要食住先啊！好嘅，普通咬嘅咧就嚟卅厘啦，嗰只草主，只半半哈力就嚟三十厘啦。诶，有条友嘅都未用过寄生种子，其实呢只嘢好少机会用到。好，十月市就喺呢度系嘛，第二个城镇。植物学家、化学家，下水道最近发生骚乱，道馆一直处于警戒之下。系咩属性啊？今次有睇下先。嗯，唔俾入，有即系要解决啲事件先可以开翻嚟打道馆啊嘛。